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青宝，我是青宝妈妈，我是青宝。嗯，昨天那个装修公司打电话说，我们那个新家的话，一些装修细节需要我们再过去确认一下。还有另外就是我们厨房的那个蒸烤机刚好也到了，今天顺便的话去安装一下。哎，话说我们这个新家装的时间简直是太长了，对不对，宝宝？对。哎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吧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装好。今天呢，刚好有时间，然后我们全家就一起去看看我们的新家到底现在装成什么样子了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嗯，好期待我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。那行吧，咱们现在就出发，好不好？好 ，Let's go。安全带都系好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地方了，姐姐推着元宝。宝宝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新家？哇，妈妈，我们的新家好大呀！家具啥的都没买，空间显得肯定大了。哎，这是啥？哎，爸爸，这个是我买那个蒸烤箱到了。我看看，快递送过来以后，我还没看拆开看。哇塞，爸爸，你别说，这个外观看着还是挺时尚的。那当然了，你看这外观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和咱的厨房多么搭配。行，先不跟你们说了，一会儿安装师傅马上就来了，我们就静等安装了，爸爸。妈妈，你别说，我爸买的这个蒸烤机还跟咱厨房挺配的哈。那是，这可是柠檬蒸烤炸做一体机，妈妈在家可以给咱做很多美食了。通电以后，这里会有一个彩屏显示，操作起来是非常方便的。哦，爸爸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哦，爸爸，对了，你刚才说那个柠檬是啥意思呀？这个柠檬可是大玩意儿，这里有个摄像头，它可以在手机 APP 上直接看到烤箱内部。还能 AI 识别15出头，没有出头的话还能自动延长烹饪时间。哎，可惜咱家还没有装修好，没办法给你演示，有点可惜。爸爸，听你讲完之后感觉确实挺不错的，高科技呀。那是当然，我买的这可是50升大容量的，而且是蒸烤炸炖4合1，样样精通，就算有亲戚来咱家做客也是可以满足需求的。爸爸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住进这个新房子里呀？哎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咱们来的比较少，装修进度比较慢。不过好在硬装总算是快些了。对，不，妈妈跟你说，不过装的慢有装的慢的好处，可以去除屋里的那个装修的气味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今年暑假了，到时候咱们就去买家具家电，好吧，宝宝？行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妈妈跟你说，能不能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新家？不好意思，忘了哈。那咱们快来吧，走。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厅加厨房。放一个大的餐桌。对，这里是客厅，然后那边我们准备放一个大电视。对，背景墙还没有装，现在就是家里有点乱，你看装修的东西还都在这里。这个呢就是我的房间，我妈妈准备在这两边给我装两个大吊灯，床的两边。走，咱们现在去看看我妈妈的房间。这里呢就是我妈妈的房间啦，然后你看这里，到时候我这里会再做一个大的这个床头背景墙，我的两边也是吊灯，我也很期待，宝贝。这个呢就是我弟弟的房间，你看上面还没有吊顶，就是很简单的装修，也没有飘窗是吧，就是很简单的装修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我弟到时候拿我的房间和他的房间一对比，他会不会生气。我也不知道，那就等他长大以后了。青宝的房间会装成什么样呢，敬请期待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宝妈妈。我跟你们说件事情哈，自从青宝近视之后，爸爸呢就特别敏感。我现在带你们来看一下爸爸现在和青宝在干什么吧。也没忙啥，这不是青宝上次写作业的时候说灯光太暗，我就给青宝买了这个材质薄的阳光书桌。阳光书桌？为啥叫阳光书桌？爸爸，因为这款书桌采用的是150瓦大功率照明，光照更亮更均匀，就像在自然光下学习一样，这样会使眼睛更加舒适。哇，爸爸，这上面收纳空间好大呀，可以放好多我的书。对，有了这个超大的收纳空间，这样你的桌面就更加的干净整洁了。还有一点是啥，爸爸？这个书桌放到这里大小刚刚好，是吧？当然，这是3合1的，设计更加合理。你看，小户型放着也不显拥挤。还有一点是啥，爸爸？爸，关键是这个环保不环保，这是个问题。说到这个，我要给你强调一下，我给青宝买的，怎么会选差了？这个全桌采用的是环保多层实木，卧顶力强，结构更加稳固。妈妈，你看上面还有好多空间可以摆东西呢。下面那一层也可以放，是不是？对。
亲宝，你爸爸为了你的学习可真是破本了呀，宝宝。我们来解决孩子的后顾之忧，提供好的学习环境，剩下的就靠亲宝自己去努力了。爸爸，我知道了，先不给你们说了，我要研究研究我的新书桌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拜拜。看吧，这个开心的。